刚刚这个打野，好，我就看你这把会多送。没有打鼻子，缺钱啊，老板，缺钱啊。口语上课吗？感觉可以。教授来喽，翻开你们的课本，每个大学生英文不就很溜？啊，为什么我老婆英文比我还烂？哇！你给我踢出去，送头 ！Lonely Jungle, Lonely, Lonely Christmas。好，有在看，没有 shopping， 很棒，没事，我 CDR 很快，一分钟一个大，这一分钟内应该不会出事吧？对吧，队友？技能少，那你一定没玩过魔兽世界。我一个法师只有一招寒冰剑呢、啊，应该会有比一招以上多吧？我还没有体验到什么一手拿沙士，不是一手什么震爆弹，一手什么玩意的？嗯，这卡牌不想点我。哎、哦，这波反蹲，阿木木直接哭了，他中路是 TP 耶、欸，我要稍微。扁他一下，不要让他上去帮。哭了，阿木木哭了。为什么这些什么王的跟我一对都不像王啊？上次一个石头人王，连个大都不会开，那阿木木直接连死两次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李信在搞了。阿木木发出啾啾宣言。他们也是很温柔哎、欸，不这样，我去帮上路了。三娜表示他有大，喇叭扣路障，理性控图控都可以哦。我这个泰坦九头蛇，进门为啥第一件惊人？因为对面三 AD， 第一件走惊人，木直接放上塔 ，CS 二十七。你是真的想跟我打、欸，兄弟？前面不扁你，你还真的觉得你很牛逼、欸？哇、啊，他 TP 下来了，阿木没有大，猴子生气气闪现卡牌一波生气气呢，卡牌大师零一零，自信回头。哎、欸，怎么又有人跳了？没有打鼻子，缺钱啊，老板，缺钱啊。口语上课吗？感觉可以，有唢呐，这个唢呐还要出死光。提款机，教授来喽！翻开你们的课本，大学是叫课本吗？讲义、原文书，大学都读原文书了，好屌。那每个大学生英文不就很溜？啊，为什么我老婆英文比我还烂？别傻了，一堆中译本买的，从来没读。那考试怎么过的？全世界都没有人，我来去他杀下路。哇，这个居然跟我说空了。嘿，踢过来加菜喽。要不我再回头一个鱼。
你还敢一出来，扁你！想上我车？不可能，我这台车不给上。走了，哭哥，哭哥，走了，哭哥，别再哭了，走了，走了。笑，请你现在开始笑，笑哈！你要上台免费的车了。哇！你给我踢出去，送头 ！Lonely Jungle, Lonely, Lonely Christmas。他是不是交了闪现？哎，没死。大鲨鱼，虎视眈眈。哎呦，那我要去杀上路了。好，有在看，没有 shopping， 很棒，没事，我 CDR 很快，一分钟一个大，这个一分钟内应该不会出事吧？对吧，队友？出事了，出事了！这一分钟内应该不会出事吧？哭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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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哭五个，哭哥，哭五个。啊，木木有点强啊，丹尼是先知吧？啊，木木怎么这么有用啊？这个英雄，没事，他这把卡牌前面基本上不压人也不飞，他就结束了。他十分钟没有开过大呢，他这把还想玩什么？前面飞尸基本上会被卡牌至少压一层塔皮吧，一层塔皮或至少十刀以上。你的飞尸他怎么样？看，我的飞尸跟别人长一样啊，他可以扁我啊，前面都不想扁我，不知道前面在干嘛。AD 一直断线呢，尴尬。韩国戏份很多哦，西门神，吃鱼肉兄弟，跳一下，原地按个金人起跳，阿木又去哭人了。Middle Gap， 前面那个特雷德让我捡到600块，也是直接起飞。有啊，我前面帮他一次，他就好很多了。看看加多少哈，下都有稳住，不错不错，给个吸粉一个赞。今天团练有人开稿吗？请你去看 VOD。他觉得他没搞，但我觉得他在搞。